超棒的，还有能听见他的歌声。克服高度，还有一边稳住情绪，用温柔嗓音包围现场观众。祝福你们新年快乐！好大哦！新年没有上红白，我的手在发抖。刚有看到我左手没有什么，因为我一直在肌无力，很享受，就是。就是太久没有在舞台上唱歌，然后用歌声去整个把会场包围的感觉。我只能说套一句俗话，就是太爽了。